看见别人挥手，然后他得怼到别人脸上才知道他是谁。这不就是黄威啊？只能看我穿的睡衣。花絮二，我们现在在做核酸，核酸不是我们作业的一部分。对，采访完刚好做核酸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正在修图的男子，修图能把修图讲可以啊。你好呀，买相机吗？对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我这个。把你的这个痘痘，真的我这个痘痘很长时间了，就是一直有这个。我觉得我痘痘好看，你看好标的。哎，你摁就好看呢。OK， 拜拜。排了半小时，结果他说物资短缺，核酸站。那我们要去吃午餐了，回去上网课。我看起来像是刚睡醒，但我确实是刚睡醒。粘血的功能。今天换我来买，来看一下你们寝室的格子，另一面，我们寝室的。